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三姐文华。我今天还是跟 Jacob 弟兄来 talk 这个对话天路客的话题。你好 Jacob。 哎，你好三姐，你好各位观众，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最近上海的问题闹得很厉害，我们在推特上也看见很多人在发上海那些人的视频，有些实在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过分啊。我看你也发了不少关于上海的信息啊，好像是有些都是第一手资料的，你能谈一下上海的情况吗？是的，上海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啊，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在关注，然后也得到一些从国内的间接或者直接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看到很多视频，他也看到一些非常悲惨的这种事情正在上海发生，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它的走向会怎么样，然后会怎么样去结束。然后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这很明显就是一种权力的这种作恶，在一些这种事情上面做一些不必要的这种对人民的一种迫害，我觉得在刻意的剥夺他们的权利。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中国最发达的这个上海，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有些视频很可怕的呀，我看有些视频显示那些警察可以就随便的破门而入啊，去抓那些人，其实他没有证据说人家是感染了，然后还正在检查，就是那些人还正在核酸检查之中，还没有结果出来的时候，警察随便说你是感染的，我送你去方舱，就这样的破门而入啊，这个简直比土匪都厉害呀，都坏呀。对，就是这就是明显的一个权力的作恶，他可以借着任何理由，可能以前是可以把你当做一个就对你身份的怀疑。对你的这个言论的这个审查，现在就是作为疫情，把疫情作为一个借口，他可以做任何权力想做的事。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就是说现在在上海发生三种最恐怖的事情，排名第三的是活人可以被送到火葬场。我也看见有视频，对，是养老院的两个老人，他们对被这个殡仪馆的工人在转移的时候就宣布已经死亡，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还有生命迹象，然后打开一看是活的，再看另外一个打开一看还是活的。所以这种事情已经我相信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那排名第二的恐怖事件就是所有的公权力他们都可以借口防疫啊，什么测什么核酸，就是可以破门而入，不管是时间地点，他们任何时候想进入的时候都可以闯入民宅。这是第二恐怖的。第三恐怖的事情第一恐怖的事情就是有人总结说，就在方舱医院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载歌载舞的歌颂党和歌颂政府，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还蛮认同。哎，那你怎么会觉得这些在方舱医院载歌载舞的人是最恐怖的事件？你怎么认识？对，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好像事情发生的很恐怖很悲惨才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最真正的恐怖我觉得反而是那些麻木，就是你对于恐怖的这种对于恐怖的体验你反而浑然不觉，甚至在歌颂这种苦难。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最可悲的和最恐怖的一个画面。您觉得呢？是人的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已经要煮到要死的时候他还觉得很快活，确实是想起来是很悲哀了，对人类来说是很悲哀。我看到在这个我们那个推特一个推友啊，叫坏婆娘的这个推友，他发了一个链接说上海物资紧缺嘛，他有一个朋友是有渠道的可以供货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发给我们在上海的亲戚，结果人家回我说在上海有渠道的人不需要去找这些人去订货，都按时有免费的准备好的食物送上门的，所以不需要这个链接的。我一看我就觉得说这个上海已经被管理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啊，就是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间，上海是比较就是跟国际化接轨很接近的，其实很多地方它完全超过了那些民主自由国家的那个管理。上海你看它的金融经济哈、然后上海人的素质确实我觉得哈、其实有一部分人是不好，但是呢平均来说它应该是全国比较高的素质，就平均素质来说，他们就是文化程度啊，人的这个道德约束力啊，哈、这个表现啊，都是在全国来说是应该是 number one 的来。但是能够让这样的胡作非为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失去常识的统治能够在上海通行，就可见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这种现象。对，我也是这样的同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北京或者是北方的一些城市对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官本位，就这种特供啊特权阶级。那上海作为一个比较相对于比较西化的一个城市，比较跟国际接轨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应该是比较偏向于法治的，比较就是民主的一个社会。但实际上这一次呢，这个疫情完全把这层面纱就给揭穿了。因为我的很多上海的朋友同学，他们都之前都是对上海是赞不绝口，然后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凌驾于就可以俯瞰国内那些内地的城市。这次呢，他们也觉得也不过如此。其实在这个就是危楼之下岂有完卵，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一盘棋。在上海的这种平时这种歌舞升平，只是被这种平时的假象所蒙蔽了。一到这种危难的关头，其实所有的罪恶都会加倍的放大来呈现出来。哎，你有没有就是你上海的亲朋好友中间，你有没有人就是你跟他们联络啊，然后就是跟他们也讲一些真相啊，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有的，我一直都跟他们有一些联系。但是实际上，我上次也提到说，有些人已经开始要打算移民，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只是一种在这种特殊的时期的一种应激反应，就是说，他们本能的觉得想要趋利避害，想逃离目前这个看上去是比较不满意的一个地方，然后去到一个比较相对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但我相信，随着这个如果局势，如果趋于稳定的话，我相信他们这种念头很快就会打消的，所以他们又会回到那种岁月静好啊、歌舞升平那种状态。因为真正内心是向往自由的那种人，其实并不多。据我的观察，可能我认识的上海的朋友里面同学，可能也就一两位吧。他们是一直持续跟我是有联络，然后他们也在一直用一种质疑或者说独立思考的这种角度在看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安于现状的，在我看来，甚至我的家人呢，亲朋好友，基本上也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人让你，他们有什么样言论让你觉得很困惑？有两种人，就是我的亲友群里面，其中一种就是岁月静好。就说所有的苦难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好像就跟我没有太大关系。那我就 focus on 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就好了。至于其他事情，我没有能力去管。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更恶劣了，就说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去传播负能量。这是第二种人，就是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内一个亲一个。就是什么家庭群里面一个，他本身是党校的，在党校工作，那他就非常有这种政治观念，就是说所有的负面的东西不要传播，不然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然后发现我这境外势力就是我，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那真相并不重要，然后人的苦难啊，这些人的生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面子，他可能还有他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是这样。所以这这个是就我真看的到的是，两种人。这是挺可悲的哈。党校的教授，按道理是他应该看得更清楚，就对对，我时相信事他，看得更清楚。对，我相信他知道一些内情，但是他不希望大家来传播这些事实，
就觉得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我想真正的原因，他不是那个第一线的受害者，他可能在这中间，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挺好的，跟那些底层人比，他是挺好的。对他们会去，对他们会去秀一些像什么，哎呀，现在又来了物资了，然后我们物资供应很充足啊，然后有人给我们送过来，对他们是炫耀的是这个，然后所以他自己没有挨饿。对对、嗯、对、然后他讲到说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哈，其实这个话也说明了他自己的无知。你想想看，你就暴露了那些情况以后，境外的势力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你递了一个什么刀子，境外势力能够来把共产党捅了吗？能够因为这个事情把共产党捅了吗？这个就完全是一个，我觉得真的这个脑子是比较愚蠢的，从来没想过这句话背后真正的真相。我觉得国内很多人就是因为这句话啊，不要讲不好呀，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嗯、你想想看，这个这句话本来就是一个欺骗。这句话的原型其实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现在变成这个版本了、哎、对 对, 对，其实 你家丑不可外扬，或者家丑不可外扬跟给境外势力递刀子还是两回事。比如说你家丑不可外扬，那你是考虑到面子问题、嗯、对吧，考虑到面子问题。你说你如果家丑外扬了，人家因着你的家丑能拿着刀到你家来杀你吗？不可能的呀，对吧、嗯、所以家丑外扬跟国家治理中间揭露这些问题，是为了让统治者更好的来就是调整政策，然后让国家治理变得更好、嗯、跟那个家丑外扬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果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政府一个宣传的一个伎俩，就让很多的事情变得你能接受，但是其实不是真相。他就说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你就是讲国内很多的不好啊，很多的这个真相。你说境外势力能因为你讲的这个真相向你 发那个核弹吗？或者是来把你这个国家灭了吗？不可能的嘛，那什么叫递刀子呢？对吧、嗯、这个老百姓就因为这句话就被忽悠了。就像我们当初圣经上记得在那个伊甸园里头，那个魔鬼也是这样的，用那种似是而非的话来忽悠这个夏娃，说神岂是说树上的果子是不可吃的呢，你知道吧、嗯、他说对，他就叫你怀疑神，对吧？然后就是他讲的，他也没有讲说哎可以吃，上帝是撒谎的，他也不敢这样子讲。他只是让你在这种模糊的概念里面走向一个他们要你走的那条路上去，往那个方向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的这个事情，很多人已经都觉醒了。我就看现在网上发了一些上海人那些讲话或者视频，他们跟什么居委会打电话啊，或者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大概有40来岁的一个壮年的男子，他是有公司的，应该是我看他就是在那个路上就拍视频发出来，他就说他在啃一个面包，他就说他要就是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嘛，他觉得说他的员工需要工资要维持生计，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可能是一个忠诚，就是在那个人群里头，但是他考虑到他的员工，那些人都是下层的人，每个月要靠工资吃饭的人，就说明其实上海人中间醒着的人还是有。但是我看见一个现象，就是敢真的出来跟政府就是以命相争的人很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嗯、对对，是的确是这样。嗯，我觉得在这种大环境下面能够坚持讲点真话都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嗯、但是你看在美国、哦、在美国和加拿大、嗯、你看你们卡车司机们其实他们出来抗争他们有没有危险？有啊，会被抓呀，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来抗争你有没有想过？嗯，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公民的这种素养，他们长期是在一种有言论自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并没有那些像我们经历的那种被这种社会主义铁拳暴打的这种经历或者是这种记忆，所以他们还是虽然是有一些有限的危险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站起来去表达自己。就我自己来讲，我是觉得当我在加拿大的街头
融入到他们一起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觉得太多的危险，因为我也不相信，在这个目前的环境里面，我会被像中国那样去对待这些意见者一样的去对待，所以相对来讲还是要稍微比较安全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可能像我其中一个同学，他算是比较勇敢的，他一直都在跟我在联络，所以我也其实我还蛮担心他的安全，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对话有没有被当局在监控，或许会有。你讲到这个监控，肯定有监控，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真的行为，所以他还是安全的。有些你看在国内出来抗议的，比如说那过去的那些律师，他们就是维权律师啊，维权律师，他们就因为有行动，所以会被抓嘛，会有危险啊。我刚才问到你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国外，像加拿大，像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出来？其实你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们有永生啊，所以他们不会怕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像你，我觉得你的就是信仰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就是说我随时出去死，你知道吗？但是你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但是有些就是敢面对死亡的那些 leader， 我相信他们因为信到一个地步，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就是死了，我马上到神那去，不是好的无比吗？他们应该是信仰已经走到那样一个很深，因为毕竟在这个国家里头，你如果是个基督徒，是个真基督徒的话，你的生命这么几十年熏陶下来，一定会走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地步，就是对死亡你没有惧怕，你可以去在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的面前，你可以站出来去主持这个正义，去为这个其实是为神去主持正义了。这些人他们在神面前觉得说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坚持真理，所以才会去做。但在中国呢，你看看就是中共他掌握中国以后，他把那些真有信仰的人其实全部都关的关，杀的杀了。我最近就是因为那个卡车司机运动呢，我就认识了一个街头传道人啊。这个人啊，其实说老实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基督徒，就是去教会啊，然后就听听道啊，然后就是能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就已经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他说，他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是因为他真的遇见神了。他见到异象，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而且还跟耶稣有对话。耶稣告诉他，我觉得这个话呢也可以就传给大家，就是耶稣跟他讲说，你去告诉人们，就是末后的荣耀是极其的荣耀，就是我要来时候的那个荣耀是极其的荣耀，他要 叫这位弟兄去告诉大家。所以他的心就被神就是摸到了嘛，就是他在这个异象中间，他说他自己哈，从来就是没有过这种经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就跟神祷告，他说这下我知道你是真的，你让我看一看灵界，我要看见。然后神也就是给他几次机会让他看见灵界，最后一次他因为就是说他比较就是大意，他觉得灵界就是魔鬼附在人身上有一些表现，但是这些魔鬼他是胜不过属神的人的嘛，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些大意，他就说我要真的看看魔鬼。这个有一次神就真让他看见了，而且那个魔鬼最后就要把他掐死，他的灵啊他就离开身体了，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后来他知道自己这个地方不对，他就赶紧呼求神，神又让他的灵又回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说过去我是很无知的，我对灵界是完全无知，但是呢因为一次异象让我就跟神去寻求要看见这个灵界的东西，而且神也真的让他就看见了，所以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他知道说这个世界啊真的是神掌权的一个世界，灵界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他胆敢踏出来啊，他也不怕死。前几天在那个华盛顿 DC 在那个最高法院的时候，那个警察就要抓他呀，就是这样。其实我跟他接触了一点点以后，发现他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敢去干这个干那个的事情，
他过去也是一个生意人啊，钱挣的很多呀。啊，他说后来就是因为经历了神了以后，他真的才经历到就是可以看万事为粪土，因为觉得这个永恒真的是 amazing 啊，所以他就能把这些东西丢下来。就是有了这种经历的人，我相信在这个自由国家，就是很多年信仰神的，以上帝为他的神的这个国家里面，很多人是有这种经历的，所以他们可以胆敢站出来呀。嗯，对，我非常认同你这段话。我以前也是觉得，其实作为基督徒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就是读经，读圣经，读经，然后祷告，但是呢，好像没有太多圣灵在里面做工。那我也另外看到一种人，就像你说的后者，就是好像他只是去一下教会，然后好像也没有看出他多大的这种虔诚啊这些表现，但是他们非常愿意被圣灵去带领，他们会被心里的这种这种公义的这种激情，或许他们一开始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这种政治感、正义感。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为什么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们可以站出来，看上去只是一个平信徒啊，他们反而可以站出来，然后去做一些被这个圣灵带领去做一些更大的事。而我们看到平时那些常就是读经祷告啊，看上去都非常虔诚的人，这些也可以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一个站出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义发声的，这也是我看到一个现象。所以我非常相信，我也很认同你这种判断，就是这些普通的卡车司机，他们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时候表现的一种像视死如归一样这么勇敢，其实真的是如果没有信仰的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因为人性来讲，他们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嘛，对吧？看到危险就躲，看到一些好处就往上扑，这是人性。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作为这个支撑的话，我没办法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和牺牲去 为其他人，不光是自己啊，为所有的人去 争取他们的自由。哪怕被政府这样迫害打压，被那些周围的人这样去误解，这样去诋毁，他们都没有退却的意思。所以真的是如您所说的，信仰在这里面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所以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面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可能说中国大部分是没有信仰的 无神论者，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改变，多少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些这种现状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去帮到他们？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哈，你看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狗急跳墙人急祷告，对吧？那这个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人家才这样说出来。就在这个时刻哈，就是危难的时刻，没有出路的时刻，我觉得如果我想跟上海人说的，你不妨就是跪下来向这个造天地的这位神祷告，求他救你。我想你若是诚心的祷告，神一定会救。另外我也想跟上海的基督徒说，你在上海遇到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你自己肯定是会求神来救你。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是有永生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刻应该把这个永生的好消息去向你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传讲。因为在这个危难的时刻，真的你的手你又不会变出粮食来给别人，但是你可以把永生介绍给别人或者是神怜悯，或者是就是神恩待这些人哈，这些人也真的能够服下来接受这个永生的话，即使你过不去这一难关，但是你在永恒里面，你们可以进入那个荣耀的永恒，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是我对上海基督徒所要讲的话。对，恐怕在这种环境下面，个人的力量的确是没办法改变，但是呢，神也从来没有，他也从来没有应允说，你信了我就不会有苦难，他只是
他只是承诺说你任何的苦难我都会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也只能把这些苦难就说负担自己的这种压力把它交托给神，让他来替我们来分担我们心中这种忧虑，所以可能结果我们也没办法去决定，但是多少做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然后我最近也是跟我的家人有些这方面沟通，发了一些上海的一些实况给他们看。他们呢就说作为他们还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也好像没有太大的这种反应，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些人也遇到过的一些这种经历吧。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也有讨论过的嘛，就是讲教会的基督徒现在很多人还是认可说是我们就在教会里祷告，我们不要掺和这些政治的事情。其实现在上海的恶果已经出来了，就是你把管理国家的权利你交给这些邪恶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现在这种样子，你在地上的命都不保了，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就这样子悲悲切切的下了地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就是当我们有能力传的时候，你不管人家听不听，有能力传的时候总要传，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就是你怕被人拒绝你就不说了，很多人是这种状态就不说了，那我管好我自己，我不犯罪得罪神，这个是次好的。更好的就是你要真的明白神的旨意，跟随圣灵做你当做的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哈，我曾经跟别人分享过，圣经上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其实神愿万人得救，就神愿意所有人得救啊。为什么我会突然今天想起这句经文来？就是我想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地上的人都面临着这些病毒、疫苗，现在这个就是国内的人，就是中国的人面临这些封城带来的这个次生灾难，没有食物，对吧？就是我们所有在地上的人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灾难，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的。但是我们遭遇这些患难以后，我们有没有得益处？很多人就问了，我没有得益处呀。他有人就这样的问我，我在这件事情里我没有得到益处，你怎么解释？他问我。我如果他这样的问你，杰克文，你会怎么回答他？我觉得得益处啊，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只看得到眼见的，他们看不到这种眼未见，比如他们只能看到有形的那些好处，比如说功名利禄啊，给自己带来这种实际的这种利益啊，但是他们看不见那些。其实往往看不见的才是最珍贵的，就像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都没有觉得自由呼吸是一种很大的这种福分，但自从戴了两年的口罩以后，发现哇，想好好的呼吸一下，都变成一种奢望。所以这空气本身也是看不见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很珍贵。但是往往就是有些东西，当你要马上失去的时候，像自由啊，这些空气啊，都是这样，你就觉得它可贵了。因为你在享受它的时候，你根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像这个信仰也是这样，当你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这种保护的话，其实人随时都是人。其实每个人生命就像怎么说呢，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像轻如鸿毛，就是一下就被抹掉了，也是一个生命根本就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有神的手在背后这样托住我们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珍贵，这些人看不到自己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对，你这个是从那个属灵的高度哈，非常真切的解释了在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啊。但是我那天我回答让那个人可能很不舒服，我就跟他讲，因为你不爱神。因为他讲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说如果你爱神，你一定能看见好处。对，这个益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理解的益处。对，真正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像你刚才讲的那样，确实就看见那个真正的好处。所以这句话其实他已经是在前后就逻辑已经自洽了，就爱神的人得这个益处，不爱神的人
他无感，其实对他无感，他看不到神给他的好处呀，就是这样啊。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呢，我们不爱神，因为神不是我们第一所爱的，就是我们可能爱家人、嗯、爱孩子第一爱，就是在神和孩子面前，我们第一取舍去爱孩子，然后有的人呢是爱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名声，啊，在爱神和自己的名声之间，他取了就是自己的名声最重要，或者有的人他是觉得钱财比神更重要，所以、嗯、但是呢，在这种状态里的，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切口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把爱神放在第一位的，啊，其实爱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个只有走过的人哈、啊，他会有这样深切的经历。爱神的人他能胆敢在这危难中间站出来，就像这些卡车司机能够去抗争，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世界离开了神的那个管理的律了，所以他要去抗争，要把让这个世界再回到神面前来。所以啊、我想哈，这个爱神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认真的好好去真的对着自己的良心好好问过啊、对，确实是这样，非常感谢这个三姐的提醒，真的作为一个老基督徒啊，就是这个属灵的高度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啊，很多时候我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是说当你认为你心中你认为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应该去做，但是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犹豫，就是因为我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就说打不打疫苗这件事，或者说要不要支持卡车司机，敢不敢举个加拿大国旗，就连这么小的事情我都会去权衡，说这个事情做出来是什么效果，别人怎么看呢、啊？会不会给我造成这些不利的这个后果，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真的是爱神多过一切的话，其实所有的这些别人的异样的眼光什么的这些看法其实都不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最终并不是像这些周围的人，不是像这个国家，不是像这个社会来负责，我们是向神来负责、exactly. 我们最后是向神来交账，对，所以说你不要在乎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业绩好不好啊，有没有被这个社会承认，社会地位高不高，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这些都不重要，最后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归零，最后你要得到神的认可才是 最重要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个提醒，说得非常好、那个我最后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最后有一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太好了、就是、太好了、马太福音25章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听这个杰克伯分享中间也讲到，有些基督徒是这种岁月静好的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警醒，不要成为那个山羊啊，我们还是要做绵羊。绵羊是什么人呢？就是有了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就是完全要遵行神的话，就是顺服神，就像耶稣一样的顺服以至于死，这样的人就是山羊，就会在神的荣耀里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段话。杰克伯，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最后一段？就是分别为圣，就我们也听过圣经里面说，最后就让他们一起长大，然后最后等到收割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是麦子，哪些是稗子，就最后他也会自动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替神去做这个审判，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好自己，我们自己能够向神去交账，然后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Amen. 最后把结果都一切都交给神就好了。 Amen. Amen.、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谈，我觉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谈得比较深入，非常感谢三姐给我们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些建议。也谢谢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请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都有一个可以有信仰的这个依托的一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的，谢谢大家，再见。好，谢谢大家。